阿弥陀佛，各位护法信徒，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呢，来继续开始来讲我们的观经四帖说。好，我们首先合掌跟着师父一起来念四句偈，开经偈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在这里特别跟大家说明我们上一次呢有讲到。续分有分正信续跟发起续正信呢就是如是我闻如是我闻这四个字。那在善导大师呢有特别来对如是我闻做解释。当然在各部经里面。都有经典的起头、开头都有如是我闻，但善导大师呢，对如是我闻的解释呢，他呢，不改每一部经对如是我闻的解释之外呢，他也针对净土观无量寿经所说的这个如是我闻，他也。以四点来说明如是我闻那发起序呢？我们上一次也特别有讲到为什么会有说佛为韦提希来说起观无量寿经呢？它有一个化前序化前序的内容是在说欧氏世王。跟韦提希夫人，还有呢，跟呢他的父亲跟他的父亲呢，品婆娑罗王，他们之间的前世因缘前世因缘，所以呢，这是一个前世的因缘呢，而在他当世此生呢，而发生了一些事件，那我们。已经讲到了净复原，净复原啊，净就是观景不一样吗？父亲被关起来了那为什么要把父亲关起来呢？上一次有特别说，他受到除了过去的因缘产生的嗔心怨恨，第二呢，也受到了谁呢？谁的那个这个挑拨呢？就是挑打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一个佛陀的。堂弟啊，佛陀的堂弟啊，佛陀的堂弟呢，来对他呢，做了一些这个的挑拨所以他有这样的因缘，他就欧舍四王呢，就将毗婆娑罗王来做了一个这个禁止父亲父王对外的一个活动。好，那我们已经讲到哪里了呢？我们已经讲到31页受到提婆达多的一个挑衅好，我们现在呢要讲到55页，因为我们净复原它呢已经讲到第三点那我们呢要将到它的总共呢。有六七点，我们七点要把它讲完。讲完就之后呢，会讲净母缘，净母缘。好，那这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表姐那整个这个章观经四帖书里面的章程里面做了一份的一个简单的表解好，我们先看31页，你们的课本31页好，那31页呢？第三从叟侄奉王下至一不得王以来，证明父王位子幽静此名涉世取提婆之恶计，顿舍父子之情，非辞师于往极之恩，逆享因之满禄。呼焉王生曰叟，既得不舍曰侄。故名叟侄也。言父者，别显亲之极也；王者，彰其位也；品婆者，彰其名也。言幽闭，七从室内者，所为既重，是亦非亲，不可遣进人间。全无守护，但以王之功臣。礼节外人，唯有群臣则久来臣奉，若不言字，恐有情通，故使内外绝交，必在七从之内也。刚好31页最后的一段最后的一段，那各位要非常的清楚清楚，就是呢，我们。都会先讲会有《观经四帖书》是善导大师写的。那他呢，现在呢，这个序分呢，是针对《观无量寿经》的经文来做出善导大师的一个解释。那我们今天呢？在解释善导大师这一部经的时候呢，《观无量寿经》的时候，这个《观经四帖书》的时候呢，也会拿《观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来做一个应对来做一个应对。好，我们先看我这边有特别一个红色的善导大师在31页这一段经文，也就是在说明。观无量寿经的这一段话，叟侄父王品婆娑罗，幽闭置于七从室内，自诸群臣一不得王。好，那各位哈，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序分呢，几乎呢都对应观无量寿经对应观无量寿经。好，那31页呢？那这一段呢，在说什么啊？他在说明品婆娑罗王被儿子欧舍世王幽禁抓起来的情况。那说明欧舍世王呢，听了谁呢？听了毗婆达多的离间偈，所以呢，整个嗔心起舍弃了这个父子之情辜负了父母之恩。所以呢，因此呢，延伸出各种逆天悖轮的恶行所以欧舍世王呢，忽然就得把父王抓起来抓起来监禁不放抓呢叫做收不放他不放行叫做执，所以叫做收执收执。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它呢，含义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先来看32等于翻过来32好，那呢，父呢是特别的显明至亲，意思说我抓禁闭我的父亲父王，父为至亲，王是彰显他的地位，提婆呢是父王的名字，幽闭七从室内。七重意思关得很隐秘，那为什么将它关得很隐秘呢？因为事关重大。那为什么事关重大呢？
可见欧氏四王啊，这个贝伦的父母之恩之外呢，他的嗔心啊，他的嗔心很大，很无法来原谅父亲对他啊，对他的这个前世啊的杀害啊，所以呢，不能潜进在外，不能啊，不能呢，这个随缘而观呐，不能关在这个随时都可以让人家见面的，不行。所以呢，如不能潜进在外，无人看守。但因国王呢的深宫内院呢，杜绝外人进入了只有群臣，外面的人不可能进入那个深宫内院，只有这个大臣这些臣子呢，都会来商议国事，常常会进入来问请示奉承国王。如果没有严加管制，可能跟这些臣子互通消息就可能呢，他就越狱就可能就有可能就不用坐牢了，请臣子来就度一样嘛为了让内外断绝交往啊，就把毗婆娑罗王呢幽闭在七重室内那这个善导大师都会特别的在一些点上来说明，因为他说事关重大，幽闭在七重室内，那他这个特别在说前世的因缘造就欧舍斯王今世的嗔心很大还有呢，提婆达多的这种离间那也从这个呢，更能这个戏嘛我们比喻说演戏，你这个要一刚开始戏剧呢就要点出来了，下面才会延伸。那因为父王幽闭在七重。七重那可能就很，也是就等于是说很幽暗的地方那这样子呢，代表了父王他的内心非常的伤心还有一种他的心呢，已经到一种对世间对人世间已经看破了看破。受苦，意思说受苦，受到疾苦，这我们世间的人情的疾苦好，32页的第四从国太夫人下至密以上王以来，这名夫人密奉王时，言国太夫人者，此名最大也。言夫人者，标其位也。言韦提者，彰其名也。言恭敬大王者，此名夫人。既见王身被禁，门户极难，音信不通，恐绝王生命，遂集香汤嗔郁，令身清净，即起枢密先涂其身，后取赶草死安枢密之上。即着净衣覆之，在外衣上始着璎珞，如常服法，令外人不怪。又取璎珞孔一头以蜜蜡塞之，一头孔中渗葡萄浆，满以还塞，但是璎珞悉皆如此，庄严寂静。徐步入宫，与王相见。这一段文32页的第一段这一段就是在指着影射观无量寿经的哪段经文呢？就是国太夫人名韦提希，恭敬大王早欲亲近，以枢密和脉少用涂其身，诸璎珞中渗葡萄浆。密以上王好，观无量寿经呢，它经文比较短善导大师呢，那对它呢就再加以解释，所以呢，你看大概一行半
那呢，善导大师呢就多他的四行半。好，它的内容在说明什么呢？说明夫人啊，韦迪西夫人啊，秘密的将食物奉于国王的情况。那国泰呢？国泰是在说明韦迪西夫人是国家中身份最高的女婿，夫人是代表她的地位，韦提呢是她的名字。严恭敬大王是代表啊，韦迪西夫人见到国王啊，被幽禁起来，她内心很难过啊。要去见国王很困难，音信不通，唯恐国王命灾也啊，没命了，很怕国王就这样一命呜呼哀哉。所以呢，就啊，赶快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那为什么叫做恭敬大王呢？就是因为他要赶快想出一个办法啊，以恭敬大王这样的思维啊的词来形容啊。那韦提斯夫人呢？啊，她呢香汤沐浴，于是把身体先洗干净啊，再取这个呢蜜呢涂在身上，再涂一些呢面粉啊，面粉。来涂在这个蜜上面呢，再穿上干净的衣服盖起来，没人看到。那自己呢，衣服上所佩挂的这些璎珞呢，都跟平常一样，让人家不起疑心。但是这些璎珞呢，都里面装了什么？装了蜜蜡这个蜂蜜，还有葡萄浆那呢，他呢就。这样子呢，装扮之后呢，进入到王宫与国王相见。那这个时候问曰第二段，诸臣奉敕不许见王，为甚？夫人门家不至，放令得入者有何意也？答曰：诸臣深意复视外人，恐有情通。致使严家重视，有夫人者，生是女人，心无艺伎，与王素缘也重久近夫妻，别体同心，致使人无外虑，是以得入与王相见。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问答啊，这个一个问答，问答什么呢？问这个群臣们。这些在那边守这个守看管的人，他说群臣们呢遵奉国王的指示命令，不许与国王相见。那这个守这个关的守这个就是呢这个狱卒看管的人呐。看管的人都知道，群臣都要奉国王之令不与这个毗婆娑罗王来相见。不知为何，看守者不制止夫人，为什么让他进来呢？这个回答他是说，诸位大臣的身份不同他是外人，所以呢，恐怕他们呢入宫后呢，与国王互通消息。所以呢，要严加管制，而且呢，夫人只是女人没有异心，没有诡计多端，更何况她跟国王有姻缘所以夫妻嘛同心同德，使得呢这个看守者没有什么顾虑，所以就让他进入跟国王相见。那这一段话呢，善导大师特别的来解释解释呢这个是他们的因缘为什么国王的命令之下，别人都不能进不能见，为什么夫人可以见呢？因为看守者的心想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可以进。好，再来呢第五呢，从尔时。大王时朝夏至，受我八戒以来，
这名父王因尽勤罚，此名夫人既见王矣，既刮取身上蔬草，团授与王，王得其食，食草既尽，及于宫内，夫人求得进水，与王漱口，进口已尽，不可须饮食草，心无所忌啊，是以千乘合掌。回面向于其色啊，自敬如来，祈求加富。此名身业尽，意通有意业也啊，而作是言以下，证明口业起啊，意通有意业也。言大梦莲是无亲友者，有其恶意，但。暮年在蜀，是王别亲，既得出家，即是门师，往来沟壑都无障碍。难在蜀为亲，出家名友，故名亲友。言愿心慈悲，受我八戒也。此名父王尽法情深，穷人过己，若未逢忧难。奉请浮生不足为难，今既被穷，无由自屈，是以但请暮莲授于八戒也。好，那这个呢？这一段呢？这一段呢？是在说明解释《观无量寿经》二十大王持麦扫饮浆。求水漱口，漱口必宜，合掌恭敬，向其色绝山，遥礼世尊，而作是言：大目犍连，是无亲友，愿心慈悲，受我八戒。好，两行《观无量寿经》两行啊，善导大师他的解释呢就很。就也特别多啊，但是呢，他的解释呢，就会让我们一般的人更能看得懂啊。比如说，大王持麦扫饮浆，持麦扫饮浆呢，我们就不太清楚。我们或许会看到善导大师的一个解释呢，你就会更清楚啊。好。那这里这一段呢，第五段呢，在说什么呢？说毗婆娑罗王由于呢被囚禁了，被关起来了啊，每一天都在恐慌当中，所以他会觉得说自身安危啊，他一直害怕自己何时哪时候就很快就走了啊，因而起法就动了这个念头啊，想要起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来为他说法，那这里呢也说明了，夫人见到国王后呢，就刮取身上的这个粟米呀、面粉啊，成为将它揉成团呐、给国王吃了之后，国王吃了之后呢，让他呢，又漱口那国王漱完口之后呢，他认为不可虚度时光啊。国王已经恐惧在于这个生死啊，已来生死将来了这个死亡的将来快要到了，所以不可虚度时光。所以国王的内心没有办法寄托，赶快吃完，他也没有再办法想什么了。因此恭敬合掌，面向呢奇穴绝山，因为释迦牟尼佛呢在那边为这个出家众说法，向如来致敬了，请求加倍护念。这个时候已经表明他身业恭敬，用他的这个身来摇起摇起摇礼拜摇是代表是一个很从这个窗户。乃至呢，从这个一个角度呢，就算说这个七重的那个的一个狱那个一个监狱里面呢，可能没有窗户，那呢，他呢就摇起，就是内心
想着这个骑射绝杀，那代表他的义业、功绩、声业啊、功绩啊。那而这誓言他才会说的啊，才会说的这一段话啊，他会说的这一段话，因为呢，他要致敬的请如来请求加护，所以他这一段话，他这有这样的一个话啊，所以说口业祈请。啊，口业清净，口业清净来自于意念的起起啊，所以意念清净，身清净，口清净。那呢，他呢，他起请呢，他起请呢，他是起请这个大目犍连，他起请的是大目犍连来为他受戒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大目犍连呢是还没出家的时候呢。是他的亲友，亲他的亲戚啦，啊，因为说目犍连尊者未出家前是国王的亲戚，出家之后呢，成为国王的师父，所以经常往来这个深宫内院，就经常往来皇宫，没有障碍啊。那世俗是亲，出家是友，所以叫做亲友。大目犍连是我的亲友啊，那希望呢，大目犍连。来跟我慈悲，来跟我开示，来跟我受八戒啊。我们的受八关斋戒，你一定要请一位清净师清净的法师来为你正蒙受戒。那这里呢，他的本师呢，八戒本师呢，就是大目犍连，所以表明了说品陀说的王对于佛法的恭敬的心呢，是非常的殷勤殷勤，非常的殷勤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心态？我们要很清楚。如果呢自己已经感受到命意水解了这个有如头上有如这个头上顶上轮意思呢这个生命。已经快尾端了这个蜡烛快烧尽了所以那种心呢，他很把握，非常把握这个时间所以对于传法者的重视胜过于自身所以他很对于这个希望大目犍连来跟他传法。如果没有遭遇到这样子的幽禁之难呢，自己亲自去恭请佛和僧众不算难事就是说平日呢，他品婆娑罗王呢，没有被幽禁之前，他是国王所以随时呢几部这个金银财宝，这个几部牛车都会去供养供养佛，供养。生前就是生做这种事情都不算是困难的事，但是现在很困难，现在他被囚禁在深宫，不能屈尊恭请，不能亲自去供养去请法，所以只有呢，请目犍连尊者来给自己传授八关斋戒。因为呢，他认为比如说了，认为大目犍连是他的亲友，所以呢，他邀请的时候呢，是请目犍连来跟他受八关斋戒。所以问曰问曰在33页第2段，他说呢，问曰父王遥寄先礼世尊，及其受戒即请。目连有何意也？答曰：凡圣极尊无过于佛，勤心发愿即先礼大师。戒是小缘，是以为请目连难受。然王意者贵存得戒，即是一周何劳于屈世尊也？圣老大师呢，都会将他。对于看阅读《观无量寿经》的时候呢，他自己会有一些审思而提出问题。
因为呢，为什么比如说婆娑罗王没有请世尊来为他受戒呢？那特别为什么要特别指定目犍连呢？那所以他就自问自答，善导大师就自问自答。所以呢，他问呢，那国王首先恭敬合掌，遥礼世尊啊。那等到受戒的时候呢，却指向目犍连尊者祈请，这有什么用意呢？就是说，平常呢，国王呢，在这个监狱里面呢，经常也礼拜思念世尊其次觉山在哪一个东南西南北方是到底哪一方，他就在往那个方向去思念世尊礼拜世尊。但是呢，要受戒的时候呢，他心中祈请目犍连来帮他为他受八戒本师。好，那答曰啊，答哈，就凡事之中最尊贵的，不过于是佛，也就是说，佛是最尊贵的。因此呢，整个身心勤助于诚心发愿礼敬世尊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那受戒是一件不是小缘，不是小事受戒不。是小圆，小圆就是说受戒这件事呢，不需要那个世尊来跟我做八戒本师最重要呢，是我受了这个戒，八关斋戒的功德贵在得到八关斋戒的功德那这样呢，就能可以达到目的了，达到功德的目的。那又何必劳驾世尊亲自前来呢？意思呢我随时都在遥礼世尊礼敬世尊。那受戒的时候呢目犍连来那重要的是呢。是我能在这个八关斋戒里面得到功德有时候呢，我们法林禅寺有传授，每个月传授八关斋戒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请谁来帮你当八戒的那个本师我在这里法林禅寺传授八关斋戒，屡屡以我做各位的八戒本师。那各位应该要知道，我呢是你受戒的一个启发的一个缘。那重点是你要得到八关斋戒的这个戒体功德各位这个很清楚。我们在佛道上有些善知识是你的一个学佛。成佛的一个缘分你可以踏这一份的缘而迈向去向佛道但是呢你踏上这个缘分呢，你是不是能加以用功用功精进，就在你的自己的身心的问题了是贵在得到八关斋戒的功德啊。